婚姻科学会针对红叶决定，计划伫梨花设置红叶决定机，预计明年开始实施。不过，考古宫八大用石窟的居民就烦恼讲，这时间过长会造成海水甲土山的污染，影响到因用石海产的水质。今仔日伫贵州伫阮的陪同之下，和机会进行协调，希望会当伫咧动工进行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。靠向梨花风力发电工程预计伫明年正式来开工，嘛将设置八十座风力发电机组伫外海地区。但是有关污染评估、相关补偿措施，也未予在地居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为此，今仔日伫李伟苏伫阮的陪同之下，再次召开协调说明会。规个海域基本上的话，未来都会被这个八十支的大型的风力发电所占据哈。今仔日选择是八大养殖专区，拢派代表啊，加前达德远能公司哈，当前在开会讨论。因当然是环境是玄武威力的问题，啊，个噪音的问题哈，可能影响到现有的养殖的环境啦。伫时间过程中，无论是空气污染、水质垃圾，拢会影响到靠八大养殖专区的经济作业。李希民嘛希望新办公室能提供完善的监测系统，保障双方的权益。你们做完就欢迎啊，啊，不过就对啦，讲真实啦，阮所有居民的要求较担心就对啦。恁若做会到的，再来讲，啊，若无就对啦，包包也好等于啦。我讲阮靠我沿海这地无太明家啦。即久这条水呐，恁抽了就无去哦。阮规个轮庄淡沙，唔是阮淡沙尔，全部靠这条朋友啊，生活也能够倒哦。所以唔是恁要做唔做的问题哦，恁做恁嘛有在了把握。无，阮每口拢会行出断层。发电风力发电虽然是公部门的政策，但是相关配套措施也是要完善规划，才袂让农渔民的权益损失去。新办公室更新了会妥善处理，希望早日达到共识。我们的养殖渔民有他的疑虑，那我们希望哈，开发厂商能解除养殖渔民的疑虑，那依照今天的会议结果来进行监测。我们来到地方投资势必是要接地气，所以关于这些养殖移民的一些意见或是看法，我们一定会很审慎的处理。风力发电的时间和设置对地方的影响都非常大，无论是新办公室也是在地居民，都希望透过协调和评估了后，能找到平衡点，达到最大的效益。记者曾怡婷采访报道。